好，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上旋球跟下旋球的区别。我们乒乓球它这样子运动的，它是上旋球，或者说是这样子运动的，它是上旋球。那反过来呢，它就是下旋球，这样子运动的，往回转的，这样子就下旋球，或者这样子，它都是属于下旋球。这个是上旋球，往前走它是上旋球，往回走它是下旋球。那么的话，在打的时候我们就要判断，一定要判断清楚。如果说是上旋球的方法去打下旋球，那肯定下网；如果打下旋球的方法去打上旋球，那肯定出界，这个要注意。所以说旋转的判断一定要好。那么打上旋球的话，它是往我们这边往前面去走，对吧？它往前走得很快，那我们就要压一点。那如果说是下旋球它往回走，那我们发力方向要往上一点，它球就会过网，是吧？这是上旋球跟下旋球的区别。